你知道吗？在这边已经等了第三天了，每天在那边守株待兔，到底是哪一位大牌这么大牌呢？因为啊，他就要在这个国父纪念馆呢开演唱会，所以说我们知道他每天排练了，一定会在那边排练的。但是时间总是不一定啊。我这个开场白已经讲了第三天了，好热热死我！谁有水给我一杯水好不好？谁有水？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哪一位大明星的真面目。听说你最近要开演唱会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纪念馆。在国父纪念馆哪来的地方给你那个，给你开演唱会？对，明星，你知道？差不多是哪个时候？哪个时候要开个演唱会？抱歉，我没有时间，你可不可以现在唱给我听？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拜托，拜托。对不起，拜托。他现在要没有，现在彩排。现在彩排。哦，不管你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真的，真的。只要唱一首歌，像那个什么。特别的爱，特别的你，像那种我很喜欢那一首，真的唱给我听，唱给我听。对不起，先生，小五现在要不是很喜欢你的。等他彩排出来的时候再说。你们彩排，你们好晚，难道我要在这边等好久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时间啊。现在拿票给你没关系啊。那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你现在唱给我听。好吧，不理。OK。怎样啦？等一下吧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干嘛在闹我？摄影机在那边，摄影机把它出来一下。太无聊，这个人。他们的真面目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。我操！太无聊，真是。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哦，你每天会在这边排演的，我们就等了第三天才等到你，你还真难等哦。那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啊！啊，吓死人，我又不能生气。没有想到这样子比较真一点啊。小五，我在上一上会被吓得胆都飞了。小五，不要闹了，下次不可以再用这种方法来吓我。我跟你讲，谢谢。